投资朋友大家好，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刘俊荣。在今年投资朋友花了多少的决心决定要赚钱呢？在去年投资朋友，如果您详实的去追踪刘老师的波浪的一个规划，好，从猴年新春开红盘开始，好，到这个猴年的完美封关，加权指数是扎扎实实的涨了1800点，是第一个多头完丰盛。那关于整个盘市格局发展到新春的这个位阶，好，收盘来到9447点做收后，那我们是把在9320买的两笔多单，好，波段多的一个部分在9350获利了结后，那增资面利空21天之前有转折，在9150的这个位置点，好啊，最晚在新春之前的那个前一个交易日的9200点，到这个1月6号的9350，好，我们如果算9200的话，好，这两笔多单就是300点哈。投资朋友，如果这300点加115点，好，投资朋友放在口袋里面，其实你就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新年，好，可以陪着家人去走春，好，可以去开开心心的去期待接下来继续迎战金鸡年。好，有没有办法鹤立鸡群？有没有办法吉祥如意一整年了哈？今年2月1号，今年的2月1号，这是在2月2号新春开红盘之前的前一个交易日哈。那刘老师就特别召开了一场演讲会哈，如同我这边上讲的哈，开红盘前一天，国际股汇市会发生什么样变化？封关期间有什么样变化？投资朋友都不必担心，新春期间就是好好陪陪家人。好，我比大家更着急把国际股汇市的一个行情分析出来，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会任何时间都紧盯的国际股汇市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在2月2号新春开红盘就要全力抢红包了。好，如果你有企图心，好，就像2017年的每一天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的投资朋友，我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会员朋友哈，每个会员朋友都是开开心心领到大红包去过年的。好，我们今年一样会从新春开红盘第一天奋战到金鸡年封关，好，就像猴年一直奋战到封关的最后一天一样。好，来1月24号，加权指数最高攻到94668，哈，如果你知道94668已经来到这个压力带，你应该不会去追在那个高点好，但是刘老师预祝所有的会员朋友哈，今年是完美封关的哈，今年猴年是完美封关的哈。我告诉我会没有说吉祥如意发大财，今年再赚6000点，身体健康诸事吉，阖家平安乐新年。好，全新的这一年，刘老师一定要想办法帮大家赚钱，才是帮我自己赚钱，所以我也不必讲的那么客套说我要帮你赚钱啦。好，如果我不能帮你赚到钱，然后我们会员朋友回馈到好刘老师的业绩身上，那我也没办法赚钱啊。好，所以讲的市况一点，一定要想办法让你赚钱，我们才有办法，我才会也会觉得快乐。我这个是我们本来我们的本业，我们的专业应该去尽到的一个责任。好，所以投资朋友，如果在你今年需要一个操盘手，绩效只是最低的标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好，绩效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好，那专业也只是最低的标准，更重要是诚信啊。明明是一个多头年，不能够顺着散户的心态告诉他，哦，你空的可能有机会对哦，哦，然后骗散户说，哇，去年随时要崩盘，结果这盘市格局从年初涨到年头，扎扎实实的完美封盘到最高点，所以你今年要怎么样选老师呢？很简单，好，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加权指数是一个多头趋势格局当中，才在半山腰而已的，那这种老师就。好，你有任何问题，手上你真的这样，你的讯息都已经跟到不敢跟，刘老师欢迎大家好不好？包含休息，可能你觉得3-5个月这行情盘了一阵子，好，已经休息的投资朋友，过年期间回娘家，刘老师张开双手，竭诚欢迎大家，好吧？好，全新一年，刘老师一定要想办法帮大家赚大钱哦。我想办法帮你加倍奉还。如果今年加权指数有4000点的转折，哦，我们响应政策，当冲全力拼经济，每个礼拜赚到像一月的每个礼拜赚到100点，100点是最低的标准哦。
但是这100点每个礼拜等于一口台指期货是2万元的一个机会，哎，这对经济真的是不无小补，哎，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当冲看得到的天天赚，好，波段我们把这个最稳健的一个大转折，因为要留仓，好，稳健的我们再加码到第二、第三笔，怎么样去抓这4000点？把计划拟定出来，你今年就有机会，好，加倍奉还。我们的目标，去年竟然都赚了6000点，今年最低的标准也是6000点啊。但是这个6000点要怎么样完成？那当然要有一个详实的规划，好，所以我为什么是在2月1号就举办这一场演讲会，也是勉励自己。接下来也是战战兢兢，要帮你赚钱，好，你才继续我们的升级续约。也欢迎所有投资朋友，你收到刘老师新春大红包的，欢迎大家，好，我们这个会员朋友的一个升级续约，我们在新春期间都是3-for-1的超值优惠，你直接跟上来就好了，好不好？好，包含如果盘前，刘老师为什么要在我们最新版的开盘八法的操盘模组里面去设计一个盘前预挂单？好，因为开盘八法还是要看到9:15比较稳健。好，你看到9:15，它胜率就已经80%、90%。可是2016年，你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行情在9:30之前就走完了，后面真的要去赚这个，可能只剩下20-30点那个波段转折价差。就算你多做几趟，可是那个区间就比较窄。好，但是你有刘老师的盘前预挂，好，我们都是在8:30几就把你基本的态度先挂出来，那你今天就没有绝对没有大错的可能性嘛？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先告诉你说这个盘势格局趋势是什么，基本态度是什么，那就是买卖点设计的好一点，你当中就绝对有机会赚大钱。你反复的执行，日积月累，好，我想今天要赚4000点，绝对不会那么困难。那重点是这些技巧，我也会在演讲会教给大家，好不好？好。但是呢，三点盘的一个波段也逼近一个转折点哈。我们在9435附近先只留一笔，两天再赚115点领红包，新年快乐哈，投资朋友。认同刘老师理念，然后在1月20号只剩下2个交易日，还愿意信任刘老师说，你不要管接下来盘势格局到底怎样变化，什么封关，你会因为封关，你会因为1月20号，你会因为这个520的总统政治的变数风险，你会因为1月16号的这个选举而改变了你关于整个盘势格局应该有的态度，这里到底是高位阶、低位阶，这里是不是你赚钱机会？你会这种犹豫不决的，你今年不可能赚到任何钱的啦。好，一个好的习惯，一个赚钱的习惯，怎么有可能因为只剩下1天2天你就不去执行呢？好，但是你养成赚钱习惯，你有获利方程式的投资朋友，好，1月23号的130点的当冲大红包，再加上2天再赚波段的那115点，有决心前一个 moment 下定决心的投资朋友，早就开开心心的，现在是。可能出国玩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在规划，是说这个春节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再去做一个规划。好，盘你不用看不懂就由他去，好，那我来帮你看盘就好。那你只问你自己，你今天想不想赚钱？好，已经下定决心的投资朋友，来1月20号，川普就职日当天的早盘。60点布局的9350的call，2天的时间，50000已经变100000了。我们还可以等待这个盘势格局已经稳赚不赔，先拿回本金。行情如果真的再喷出去的，你无风险流，它自动已经升级成9410点的波段多单了。好，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新春期间的一个专案，我设计给大家额外有这种选择权的口讯，因为选择权是一个非常像休假啊，有这种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很好的一个商品。你进场就等于是说期货设定小台的停损60点，可是站上9410以上，它自动升级成一个波段漏单。好，有时候我们波段单的一个布局，然后抓50-60点的停损，这差不多嘛，在一个buffer 在一个容忍范围之内嘛。好，所以
这为什么我们在封关期间也帮他设计成这样的一个专案哈？期波加期冲加选择权的部分哈。好，猴年算是完美封关了哈，完美封关哈，多头是完封胜哈。好，投资朋友，我再讲另外一点哈，我说。假设你一年365天，你都看不懂这个行情是多头的，你干嘛骗自己四个半小时当中会赚钱？这有没有突然一之间转瞬豁然开朗？啊，那所以这个盘到底要怎么样看？你今年想不想赚钱？愿不愿意在2月1号新春开红盘之前先把这个行情的调性调子先抓出来，就像我们树苗要把这个轮廓先画出来嘛，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哦，好，但是1月24号封关是三高的短转折，哦，所以又是六重大吉数，包含三天、八天、21天、89天，哦，好，还有五周、13周，哦，新春之后有大行情，有大红包啦，你愿不愿意跟着刘老师一起抢红包？好，来，我会帮大家及时解析国际股汇市的变化哈。那这场演讲会想要参与北部地区、台北地区的投资朋友，欢迎大家参加。大红包不要错过了，大红包不要错过了哈。但是如果你是外县市地区的投资朋友，没有关系，我们获利方程式八周年庆。超值三合一，我直接带大家赚钱，好不好？所有的新春期间的优惠，2月2号下午5点之前截止，好，你可以直接洽询我们服务人员，好吧？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要告诉您期权当冲破断技巧大公开，2月1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预知详情立刻拨打02-2578-3777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刘老师免费讲座要告诉您期权当冲破断技巧大公开，2月1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在台北首席会议中心，预知详情立刻拨打02-2578-3777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欢迎来我们现场。那这场演讲会，刘老师也会如同我在，其实在一月上旬，我们也曾经办过一场演讲会哦，我是公开。你就知道我多么急，多么着担心。就是我们不要说这个封关之前的这两根红 K 创不断新高的行情啦，啊，今年还是很多的政治面变数，然后很多人要选举啊，又有什么很可能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哦。来，这个是我们前一次演讲在1月7号、1月8号，我说赢在起跑点哦，啊，你不要连主升段的行情。我这边要去年从7600点涨到9447点封关，这种一度涨的行情，你说
还赚不到钱，那投资朋友，你什么盘要赚钱啊？有什么盘比2016年好做了？你还找得到比2016年好做的盘哦？那什么卡住你了？好，什么卡住你了？你回答你自己啊。好，如果按照刘老师这种全从基本面、技术面环环的帮大家全部解析清楚、全部预告，你都还赚不到钱的。好，哦，我们曾经在五月有新增这个中华财经台的节目，开宗明义第一集，好看大力光、台积电、鸿海，好，鸿海不算哦，台积电要创历史新高，今年加权指数你怎么样看？你还做错的，那投资朋友，2017年我想要赚钱还是很辛苦。在新春期间，刘老师不想要。今年我们开始要赚6000点，我们开始从今天赚6000点。好，怎么做呢？在全市场最悲观看空的气氛之下，掌握每一波利空赚钱加倍奉还的机会。好，今年我们目标也是要赚6000点。政治面利多反而往下杀，政治面的利空反而往上喷。好，520开始的这3000点，上半年的3000点就6000点。最近一支12月23号的9150的买点，这样子就300点。好，所以我在1月7号、1月8号的时间点办演讲会，我就说，其实哦，今年你真的不必要想那么多哈，但是要赚6000点，讲。其实真的非常简单，但是又是绝对超级的困难。那1月20你买了吗？你1月20没有买，那今天你哪来那种自信心？今年可以去赚到个4000点、1500点？更何况去年少赚的，现在要加倍奉还嘞。我从新春看红盘，这个去年呐，哈，这个封关日，我就告诉大家注意哦，我这个秀的扣讯是2016年，从1月14到1月20号，我们在7630买进的多单，好，在7610的满仓做多，注意，这是2016年的1月21号，就是选举之后。好，那我一直告诉大家，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为什么9309崩盘5000点？好，为什么7135震荡之后台股又创历史新高？好，为什么6609之后又创了10014的新高？为什么？因为全球的环境就在一个多头，它不会因为我们台湾单一的政治面的事件，不会因为美国单一的政治面的事件改变了全球它在波浪位阶里面定位。政治老盘都是一时的，这一时都是创造大家获利的机会。好，封关前的1月20号，去年7610的1月20号。好，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说，今年怎么样再赚4000点，怎么样加倍奉还到8000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反市场、反心理波浪理论啊。好，从7610到8200点以上，好，从这个8480先千点的波段空，好，一直空到1月7号，一直空到大选之前的前两个交易日，我反而是选前唯一跟你预告，选前楔形压缩诱空，选后报复性轧空逃命波，你看有没有机会，好，直接变成一个轧空回升波。但是，老实说，这一波行情就至少8到13周，你掌握两个转折就3000点了啦。好，所以，投资朋友，
现在这个盘势格局，刘老师说啊，不论国际股市、国外日分析，你听听看我的讲法啦。我会从台积电跟大力光的一个位阶、鸿海的位阶，告诉你说，为什么今年上半年非常有机会攻万点，股票只剩下挑什么股票做多。去年感觉妖股满天飞啦，吼，玉金光直接喷一倍，乐声下次不见了，两档都是妖股。玉金光真的很强吗？投资朋友，封关大力光收盘收在哪里？大力光收在哪里？真正最强的股票在我们手上啊！短线你都会跑，一档股票220多万买，变成440多万，赚220多万啊！那中间带你做了几趟价差，几乎都在尖尖最高点卖，尖尖最低点帮你买回来。好，那所以，好，投资朋友不用想那么多哦。我想，刘老师为什么在封关期间帮他设计这种三合一，就是你担心风险的，比如说在期货选择权操作，我们可以善用选择权。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商品。好，封关之前就赚一倍啦。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哦，那但是它不是每天都让你出手的。对的时间，关键的转折，大急速转折的时候，再来掌握这个工具。那平常看得到的，不论多好多坏，中国股市要带领全球股市崩盘了，印尼崩盘了，马来西亚崩盘了，菲律宾跌了一年两年的低点了，你都不必管。啊，我们操作的是台股，你管那些，你不是川普先生，你不必管那些，你连台股都看不懂，你看这么多解盘节目，比如说58台晚上那么多的节目，教你10年的技术分析啊。那为什么在2016年市场的周转率创新低？最怕的就是不懂半桶水嘛。好，你如果真的要学技术分析，刘老师的独孤九剑。最重要的九把剑法，真正彻彻底底的，我们在 DVD 光碟里头教给大家。然后你每天跟着我边赚边学，好，来，这演讲会我们送给大家第二代开盘8法的口诀，想赚红包的务必跟上来。来，我们的交易系统是每个礼拜想办法赚100点，好不好？好，那期冲做得好，你波段就做得好啦。好。怎么样？每一天下午的前夕，你看过我刘老师曾经把我们操盘是怎么样讨论，明天怎么样挂单，我把我们的影片那个全部大概每天7-8分钟，我们就实况就播给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多么认真在帮你去讨论筹码、资金规划、隔天的支撑压力怎么样设计，支撑压力出来，这个就是进场的价位设计，再教你开盘方法、多空问阵计。你跟着刘老师实操5天，你胜过自学50天啊。好，嗑瓜子喝茶，看着别人教技术，你这样有可能会学会一套技术分析。实际上面交易操作，你的印象才会深刻。就像我们在中学、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念了多少书，有很多你没有实际去操作，可能5年10年，你所有的东西都忘掉了。好，一定要实战、实操。刘老师带大家边赚边学。好，怎么样？3点高盘，一笔单100点，加码单30点，一低承接盘为什么要做多？2高盘当冲多，片线2低转一低承接盘做，这个是卖在一个短线上面的高点。3点高盘重演，跟1月23号想办法把它赚起来，一高压力盘，好，那懂得布空的动作，多空短线锁你的波段多，好，这个是比较全方面的掌握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好不好？好，来，我们唯有
亚洲投顾的30周年、8周年，知道吗？才有这种发发一整年，而且不止一加一，是一口气一送二，是一口气一送四，唯一封关限定，错过了最低这个最低点，再等一整年。想赚钱的投资朋友，跟上来，直接下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预祝大家投资顺利。